来，我们就吃。我吃啊，喂。你啥个？我吃不啦，你家己看啦。大细只了方的，差只侪了方的。你啥个？我啦，你买。你啥个？哎呀，你出来来，出来来，这个会不会来啊？爱加较紧的来，八五啊，五百来，五百块最后一箱无啦，五百块来。一两三个人去，一两三个人，六个人，我就两个人，我就六个人去。浪费这个两百，两百。我就六个人去，一两三，四五六七七个了来。一人买两袋啦，一袋两百块啦。我一袋行起来，一袋要吃一袋两百啦。吃两袋，两袋开四百来啦，真系，开五百块。吃三袋，吃三袋，吃三袋过来啦。吃三袋，吃三袋，真系。加三地开五百，真系五百块。加三地，安尼啊，安尼个片加四地嘞，加四地，加四地，现在也分不了了。几个人变，六个人变，听到没？一两三四五六下，五百嘞，七八七八，三百嘞，两百两百，两百块啦。地五十块啊，唔敢吃。好呀，你地五十块块啦。有人来试试，感谢。地卖五张尔，搁你赚拢无够啊！哦，好啦好啦，哎呀，倒来，不是，最后剩四个人给我，最后剩四个人给我，两百块嘞，两百块，有烤箱有烤箱，无烤箱加打针条啊，无啦，十三八的，来这头去，来，这来三八的，到底再搁几三八？有人还不来两百块的，两百个我最后三样去无啊，两百，两百拢有哦，哎谢谢，我恁个要食啥？不喜欢食啥？鳕鱼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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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袋五包。好嘞。不然要选一个，来头前搁一个来。再一个人来嘛，来再。阳海，阳海现在共和路没有了，现在换到光华路哈。再一个人来嘛，再搁一个。请问有宅配吗？宅配还没开始弄哈。来，谢谢感谢。个人要选一个，选一个。哥，你来帅一个人来嘛？无啊，不来啦，不来多一只。哎，不来一单咯，不来一单，不来一单。这拖拉多少？哎，对，八块。九块啊，是吗？九块也对。哎，来，我来多一只虾，多一只虾来。来，这虾来，这春节无啊啦。一两三四五六七，刚来现在五百块了。春节拢来五百，五百块。OK， 你快，快快。哈哈哈！哎呀，过八只、五八只、七只、五零、过三八的，好吧，好吧，阿宝你，阿宝你，哎，太神奇了！哎，这边点钱啊，过前面点钱啊，哎，又吃了哇，大王又吃了，我接下来两百块钱挂后去了，啥啥都不疼，有烤箱的，好像无烤箱的，疼疼的了。两百块，一个人给个钱两百块，挂掉啊！两百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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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百对，那你们这个给我两个大袋子就好了。嗯。两十块的。好吧。太多的。太多的，他们外面给我就好的，我两个就好了，对，还有车子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这有人来无？他跟你而已了，这大只的，我起码一台啊，我卖侬开偌济，开八十啦。
八十啦，一两三百来，四百又来，这五百又来，开偌济？开四百，三五三百了，300块啊，啊跟你而已啦，无人来，这个四百来，这百过来，三百好了啦，三百好了，谢谢。那个木材多少钱？怎样？能过500。这能过还要过钱，最后结果呢？500块。等下最后结果500好了，最后结。这两个三斤重500块啊！快点，快点，5块钱，5块钱。不是现在星期五休息，是今天重阳节，所以今天凌晨于是休息，所以明天没有，所以就是休息，好吗？对不起，是中部所有的教卖场通通都休息。鸡腿啊，我快切一片嘛，我快。多少？88。不叫虾米。哎，后来我们记错是住香港的。对。500块。没有准备。哎，东西啊，台湾东西以为去沙岛出来，500块。现在500块。东西啊，够人来。因东西以为去沙岛出来，东西够现在来500块，500块。这间我好几杯要提一杯来150块，无人买，500块啊！来，谢谢。还有来，搁要一箱。小猪猪还有。你当时想买吃咩啦？你四只过年过来无？搁一个月了啦，你拄好收起嘛，搁收起来起来无？搁500。来，再500块就好了。蓝区，蓝区进后晃。这边不是市场，这边是。你去看一下标题，我有地址写在上面。这边离市场还有200公尺，这边不是市场。被淘不？被淘了，被淘了呗。被淘要吃，爱吃被淘下来，贵三百。一位两位嘞，三位。后面。三位三百，四位三百，五位三百。叠起来。六只来三百，七只三百，八只三百。信统后面那边有区叠起来的哈。300块。是已经被人家定。这边过来300了。过来，这边过来，现在300块。现在。现在300块。你们老板春节不？香港人很喜欢。如果有移民来台湾的话，很喜欢买这淡水。你们好像很喜欢面。300块够现在三八，就三八春节我。我的香港朋友到最后住来住台湾的，被淘够现在三，几乎都买在淡水。跟我。还有两块钱，不学几下好不好？好无。到。有人去取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那边八箱已经被包走了。不过几箱？200块。要今天杀200块。500，对吧？
好辛苦哦。哎，给我点两个。那个一份的。300块钱。对啊，后面八箱被包了。沙发的，包起来的。那另一个什么？沙发。嗯。摸着安全感。不能吧，哥，你要加爱心。加个爱心的话，我会撩我。包起来。香肠几块？哎，纯纯找。可以，我一块呢。哎，这个我认识。这是沙发。什么？哦。哎，汤汁。是啊。我啊，我啊。几点？哪里几点？哎呀。来，给我一下。这里有。这个是啥？没有看到。现在那边标注500。啊？辣椒锅吧。你找安安也是可以啊。嗯。记得啊，记得吃早餐餐。然后如果早餐餐吃面面的话，记得加他。面是很好吃的，买这个好了。如果开车的记得要吹吹了。嗨，王子有在看脸书吗？有有。干嘛过分？小文文，你怎么了？这边左转就全家。对，我知啊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你改动出来不？我大四位，你看我歪歪皮的。可以啊。我加啊。没啦。大概多少？三百块啦。蛮高的。三位啊。你买几包啦？四包啦。你买几包啦？四包。四包。哎，正兴线可以去买的。我不知道。好像可以。不可以买烟。这样记得没？正兴线是烟，不能买烟。细胞的哦，红的、金黄的哦。嗯。吹电风，你不叫没有电风降温？这样啊。对啊，你不吹电风。他也歪盖啊，帮我计数。他长那么帅，你要抽啊，更帅。抽烟也是帅的，不会抽是更。你年纪那么轻，不想要机会。啊。年纪那么轻，不想要机会。我第一个食到超四十，我都歪盖啊。但是无行过二十年，恁过啊，无人去弄啊。你再弄就得了。袂啊，袂啊，你是会话哩。哎，三个萝卜。啥物件？对啊。哎，我发着啊。不是哦，你才20岁呢，那么年轻哦。动作我乱较好。我发你过来袂啦，我就去烧啊。我人伊人伊一尾就无一公斤嘞，三尾就无八了。我买一件咯，一尾两百哦。对啦，一尾两百啦，三尾五百啦。啊，我买一尾就好啦。好啦，一包好啦。好。好呀。你不是去当兵，你买两件套装我是最的吗？十八岁来做兵啊，你个穿上衣也差不多就算。十八岁来做兵啊嘞，干啰。十八岁来做兵啊嘞。十八岁在读册嘞吗？啊，老夫就是无通在在走做兵，就是无通在走做兵。哦。就是无通在在在卫衣啊了。卫衣有啥物好？我来有读过就做读书个啊。我都有读过就做读书做大书啊，我这边卫衣。不要想太多。卖鱼有卖鱼的好。哎，好好好，去你遐咧洗啊！无啊，无啊啦，你无看见叫伊走去买去嘛？好。几条啊？哥。哦，你昨天没有回。
的啊。你用轮的哦。那无啦，还要用轮的，你固定的啊。哦，你做你会做。嘿啦，我做我的。再打两下。龙王今天休息了。哎，我爸有上来吗？哎，帅哥，对，我爸上来。礼拜四而已。礼拜四而已。礼拜四啊。哎。每秋也不做生意。这一个是准备要让我封账号的吗？好了，好了，立功啊！范姐哦，好，直接删掉了。哪立功啊？洗画面，洗版面我都给它封掉了。该是谁啊？讲一挂无关紧要的。什么物件嘛？啊，就讲一挂有诶无诶，安尼啊，讲1900年出生，横跨三个世纪，啊，长戏啊，安尼。靠不了，靠不了不？爱红啦，爱红，红红鸟，红红鸟。是你讲迄个？谁？完了。叫我买。买我。买啦。啊，你食袂起咧？我都买两包啦。买两包啦。不交的呀，挂掉了。我晚一点还要去玉香屋买一下饮料。他们来这边做生意做那么久了，竟然都没去喝过玉香屋的饮料。我的天，他们死啊！我不会进来找啊，饮料。那惨。我就想，我就想。哇，你做这么久了。
只五百哦。两只五百。没有啦，一份五百啊。一份。这个牛肉面，这个。这个。今天见我刚来的，我把。我看看。五百块钱。要加盐。看看，搁唔见出发，搁大起个呢？嗯，搁洗只面，洗只水气个，啊，有收只香水个无？来咯，几多只？五百。哎，五百。你一斤多五百嘛？我拢买四只。我在上班哦。你赶快去啊！你不跑出条毕业线，等我讲。那你后面的标配就知道了。你搞没掉？没掉。好烦哦。多力，我没掉。没有啊，没掉。没关系，我不会把公司收出来。你们今天的收音很差哎、欸。有吗？对啊，在电脑那里都听不到。是哦。嗯。对。我今天收音很差吗？有吗？有吗？还好吧。啊，你刚开始看对不对？我还没插麦克风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。应该是我还没插麦克风的时候。啊？爸爸爸。啊，先起来，啊，先包起来了。啊！我唔要来，我想那有这种这种点。你挂打。啊，对，你网络开一下。还差吗？六支五百呀。货还很多吗？货剩一箱、两箱、三箱、四箱、五箱、六箱。七八九。你在拍摄？哎，没有啊，海豆我在拍摄。哎，这是一二，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箱。剩八箱，这边这一条线以后的全部都被包了。看你这个箱子。明天他们休息哦，因为于是休息就整个都休息了哈、哦。所以上班的时候无聊也在看。这一份条。嘿。上班的时候无聊就在看，这样子吗？你有赶过？哦。赶快嘞！赶快啊！还是一上班的时候再看。赶快要上啊！不赶快就不上啊！不上不啦？有啊。无聊。所以你看看这酒你看，哎，看看了这小酒来不来呢？对啊。你们是搞着好朋友啊？哦。正常这种招来看，到尾也拢买上多。系啊，平常时间也买上多。我能给你的啤酒这样。好，谢谢。这不就让老板最虚的。我老板在做统战，哎，那我有最最。喝点香，喝点香。明天没直播了。不咸鱼啊。我想到了。我上次不是说有一家早餐店，我觉得很有特色，要拍给你们看。我们明天来去那边吃早餐。错错。他那个嘞？鱿鱼。没关系，鱿鱼分不清楚很正常。然后这个嘞？卵丝。